秋天的感觉，但事实上现在已经是冬天。我喜欢那个。你喜欢那个山顶的房子是吧？我喜欢那个白色第二个。真的？为什么？因为它窗很多是吧？拉姑娜来过很多很多次，但是来冲浪还是第一次，所以我不太清楚那个位置怎么样，到了才知道。因为那个地方也刚好是下个月要拍片的 location。 另外的话，反正都要冲浪嘛，周六。只不过今天来的有点晚，也不知道这个时间段怎么样。看到水了吧？这是相当于是那个 Laguna 的 downtown 的位置，就餐厅啊这些最集中的地方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公园。我们之前在这有一家餐厅吃过饭。哦，这还有个电影院 Laguna Cinema。 这里有没有浪？这有啊。这个建筑好像挺出名的，这很多画廊 Sunglasses Gallery 啊，就这叫 Peter RBJS， 我们在这里住。你看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了，然后冲浪是不行的啦，因为这没有浪。我们只是先去看一下。这是浪地区，这不是，这是浪坤呢。还有刺猬，然后有它要尖尖的，因为它要保护自己，它怕别人吃了它嘛。仙人掌可以吃的，有些鸟会吃它呀。那怎么吃呢？咬。多这里我们来过，但是好像是在那边，在那边我们这边很干净，还说不干净。圆圆，一点都不干净，一点都不干净。这几乎没什么浪，一点点很浅，然后就到岸边，所以这不是冲浪的地方。我们要从这里叫做 Reese Carden， 把这个五星级酒店的这个名字，这条路上转过去，左边进去就对了。刚刚换好衣服，哇！刚才我去这个地方，刚才我去这里往下看了一下，哇，那个浪真的很好，而且我看到好多人冲完了，现在冲完了回来，这后面有一家跟我一样的车，然后待会的话，我们是从这里下去，这里下去。你看这多漂亮啊，你看这，哇，这浪也很漂亮，浪也很漂亮。以后我买一个更长的长焦镜头，我就叫我女儿在这个草地上，在这个草地上就直接在这里给我拍，她不用下去了。
该还是晚了一点，我早一点去。爸爸，你看我有一个墙。哎，你乖乖玩啊，待会我会想办法满足你的要求。你看，你一不小心那个海鸥又跑到你后面来了，它会跟你玩的。它只要觉得你很友好的话，它就会跟你玩，知道吗？如果你去吓它呢，它就会跑。走了，等一下再过来看。今天我就是来到最南边的一次，最南边的一个海滩冲浪，就是 Dana Beach Dana Point， 看起来浪真的不错，所以看看冲的怎么样。你看他们这些小孩子。我们在 YouTube 经常看到他们玩这种的，就没有那种尾鳍的，他们就顺着那个浪冲下去。还挺深的，有个坑嘛。抓一下。
都有，就是它覆盖很久，但是它到了这个位置，它马上就。你看我这就前面那个，前面五尺好像就是。你看这个起身多漂亮，但是你看，而且并且也有点横切，就是往右边拐过来了，但没想到一起来就被浪拍得那么惨，你看翻来翻去，翻来翻去。哎呀，挺有意思的，他这个一下就可以跳，然后马上就能跳，跟我之前躺的那个地方不一样。这跟第一次差不多，你看就好像多了一两秒钟，然后结果马上又翻掉了。看看这第三个，好像挺容易抓到的啊，然后但是很容易翻掉。我后来知道原因了，因为它这个浪呢就是比较短，不会一直往前推，然后我的是长板嘛，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再加上我不太会转了那个横切转过去，所以很容易被打翻。打翻了几次，刚才这个的之前一次的话记得特别清楚，那个你看到那个浪很高，然后我当时是被丢得很高，然后砰整个身体拍到那个板上面，呵呵，就高空落体落到那个板上，我这是第一次把我拍得好狼狈啊。这个时候突然从岸上来了一群的 surfer， 就是嘻嘻哈哈就很热闹的冲过来，我一下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后来我们看到他在后面，就是在比较远的，他们正在从那边划过去，就那么一大群，然后划过去到那边离我们挺远的，就是外面没什么浪的地方，他们围了一圈坐在那里。现在好多人来了，这个时间是不是特别好啊？我有点怕，因为风比较烧手，我不太会怕。一个是碰到他们，或者说不小心被他们给扭了，走开一点。但是这么多人来冲浪，
这个 Salt Creek 还是挺好玩的，就是发现了一个新的地方啊，而且其实蛮容易上的，就是容易倒也一样。另外的话还有两件乌龙的事情，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带了长焦镜头，本来让我女儿给我拍的，没想到卡没带，所以也白带了，就等于也只有用 GoPro。GoPro 的话又经常浪一拍的话，就把那个模式给转换了，就变成那个 timestamp 这种模式了，所以就是这个样子，就给大家看一看吧。